柔兰姑娘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？啊，狮子楼是我为你买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会像你哥哥一样待你，会对你永远好的。快跟我走吧，再不走，等飞天蜈蚣回来，咱们谁也走不了了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你的五二哥他回不来了，他。五二哥，五二哥，武松，你没死。武松，你不能杀我。如兰已经中了飞天蜈蚣的剧毒，这是唯一的解药。你要想让如兰活命的话，你就放了我，让如兰跟我走。你休想！把解药拿来。好，好，武松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休想得到。慢着，飞天蜈蚣的解药是以毒攻毒，你没有中毒，如果吃了解药反而会中了毒。你少骗我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。为什么我比你死得早？呀，狗三儿，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！仗义，仗义值几个钱？树倒猢狲散，咱们不能跟李武那小子一起死。我说的不是李武，是银子。银子？我不知道。别装糊涂，银子就在你包里，咱一人一半，还是好兄弟。那不行，银子是李武给我了。给你的？你再跟他几年？我跟他五年。啊不，五年半。我跟他七年，这银子是我的。我全给你！你还嫩点儿！你！如兰，你怎么了？不能离开我，只要你活着我就已经很高兴了，答应我好好活下去，答应我好吗？我答应你。我不想在这洞里待着，你抱我，抱我出去看看太阳。好，咱们走。如兰，你看见了吗？太阳。看见了，可惜它就要落山了。五二哥，以后你天天都带我来看太阳好吗？来放风筝。
我给你做一只好大好大的风筝。风筝上还上一个风铃，每当风铃响起的时候，就是我在跟你说话。吴二哥，离开你的日子，我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。现在好了，你又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我要你永远都牵着我，永远都不离开我。如兰，如兰，